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这个新的 video。 今天呢我就很期待这条片，因为呢全部都是讲关于我最喜欢的活动野食。其实我觉得自己真的没什么厉害的，除了吃东西之外。咁呢我而家就准备去一间餐厅，就叫做 Wingman。 咁 Wingman 呢就有11款无限量可以任嗌任叫的鸡翼啦。咁我就諗住挑战自己，可能吃20隻到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吃到20隻。其实我是很喜欢吃鸡翼的，次次呢以前小时候开 party 我只记得两个 request 而已，一鸡翼一定要有鸡翼，二就是那些香肠和菠萝放在牙签那些，一定要。今天我和妈咪去 Isola 吃 afternoon tea。 是啊，感觉很稀罕，不是很稀有。你 最期待吃什么？生蚝当然啦，不是有意思。你吃不吃 caviar 的那些鱼子酱？鱼子酱，鱼子酱，是啊。你挂不挂住 daddy 啊？今天这个是 mother daughter date。 挂住，最喜欢的嘛。 Oh my god。 吃三文先啦，唔客气啦。Go go， 饮咩？嗯，哎，天气好。咩啊？第七次食咧。哦，点解咁贵？我哋啱啱食咗咸嘅嘢，你覺得邊樣最好食？你話咧？我中意個鹹同埋嗰個木瓜。唔係木瓜，我覺得木瓜。咁我哋而家食個甜品，叉食，叉食咯，擺設得好靚。你覺得你自己整唔整到啊？整到嘅。我下次整咩嚟食啫？同大家讲嘅嘢 ，daily routine 系乜嘢？不如几点起身啊？日日唔同喎，十点半。咁系唔系喎？今日九点我起身喎。哇，九点起身。拜拜。听佢讲嘅话，我食咗个水果。好。Oh no！ 一半。今天呢我們就是在 Dim Sum Library 吃點心，咁梗係啦 ，Dim Sum Library。但是呢今次呢我們是放題，是無限量在度食。飲茶。飲茶好唔好飲啊？好飲。好飲。食好多嘢。即係你有成個 menu， 佢就會俾你啦。跟住你係斟任嗌，跟住你都可以加錢，都可以飲香檳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蛋蛋汤包。The soup， 好不好味啊？偏向 spicy， 都好吃。update， 我哋實在食得太多嘢啦，啲嘢食咧係陸續有嚟，睇下仲有好多嘢食都係未食完，真係好辛苦，要打包。好啦，咁呢條片就差唔多啦，希望冇餓親你哋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